当地时间20号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亚·甘地。李克强转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索尼亚·甘地的亲切问候。李克强说，双方会谈所达成的广泛共识和签署的一系列合作文件，将会有力促进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，对外传递中印团结合作、共谋发展的积极信号。李克强表示，中印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，60年来一直是国与国交往合作的重要指导原则。中方赞赏印度国大党一贯坚持对华友好政策，愿加强与国大党的友好交流合作，为中印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。索尼亚·甘地请李克强转达他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，代表国大党感谢李克强总理首访就选择了印度，高度评价此访对印中关系的重大意义，祝贺访问取得积极成果。索尼亚·甘地表示，两国共同发展与繁荣将使当今世界更加平衡，印度国大党愿继续为加强印中友好关系做出努力，特别是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交流，不断增强印中友好的社会基础。